家好，宿命你好，我是你的妹妹阿丽。这边呢，很恭喜你又要推出新的作品了。然后，其实听到你的专辑里面有就是融入很多，就是比以往我们听到的原住民的专辑是不太一样的。然后我觉得看到你自己坚持自己的音乐的道路，也看你很努力、很认真。然后我身为阿美族的族人，我都觉得很骄傲。每一次出去的时候，我都会介绍很多朋友说，这是我们阿美族的勇士宿命。那也希望啊，不止你的专辑，阿令的专辑，你也要写歌给我哦。那最后呢？要祝福你这一张专辑可以不只有台湾人，然后到全世界都要哈原住民族，就像你上一次在金曲奖讲的，大家都要哈原住民族宿命塞子伦。Hello， 我是阿令，宿命塞子伦，阿米斯新专辑演唱会加油，阿米斯。阿米哈娜娜亚达门。